Ready to play nice? Play nice. 完美啊！开始喂。我是最能玩的。系啦，今日我哋玩咩咧？就玩三只唔同嘅飞机。首先咧就系第一只自己接嘅飞机，唔准加任何嘅嘢，就咁接嘅啫。系，咁第二架飞机咧，我哋就可以喺上面加任何嘅嘢，例如你中意加万字夹又好，加重嗰啲咯，系咯，系咯，黐下黐纸咁样咯。系啦，第三架飞机咧，我哋就喺网上面买咗啲胶飞机啊，以前细个咧，系啊，$2一只嗰啲咧。我哋介绍各位选手啦。大家好，我系龙仔啊。今日我呢部飞机叫做龙宇零号，开始嘅时候接下都唔记得点接，但系记得嘅系架机应该要长身嘅，我记得有只阔身嘅，不过接完之后发现嗰架阔身嘅吓就会向下坠，所以决定放弃佢。所以我今日得一部战机出赛，就系龙宇零号。大家好，我系 Ken Ken， 我两部战机一个尖头嘅就叫做准号，而呢个。平头嘅就叫做 X 战机，咁啊两部都可以合体啦，又可以分体啦，同埋个灵感咧就系由细到大玩到大嘅 X 战机咧就我由细就识接噶啦，而呢个尖头嘅咧就系上网 research 嘅，所以咧非常之厉害。跟住有嚟自国语台嘅选手 Sunny， Hello 大家好。咁你个飞机系叫咩名啊？我个飞机第一架叫最强飞机王啊，第二架叫歼陈启扬号啊，咩启号啊？歼陈启扬号，因为陈启扬叫歼三啊歼四机啊嘛，因为我系俾过佢，所以我叫歼陈启扬号系咁嘅。我嘅灵感，因为我细个成日喺珠海睇嗰个航展啊，航空展览，我睇啲战斗机咧飞得特别快、特别靓，所以咧我个机翼咧就模仿嗰个战斗机，好尖嘅。好似啲流线型咁样，从顶睇似个心形，改良咗啲咩啊？我就加咗个钉喺下面咧，即系固定咗佢嗰个下面嗰两个会张开嚟嘅机翼啊，下面度。好，祝你好运。咁我马骝只飞机咧，就喺呢个赢过健力士世界大全啊，2009年嘅户田拓夫所设计嘅空中之王。纸飞机咁咧，佢掟嗰时咧可以维持住28秒咁滞嘅。加工个版本咧，我喺前面揾个万字夹夹住啦，跟住咧个后面又黐住一条好靓嘅火嘅咁嘅尾嘅东东啊！我系陈仔，我嘅飞机叫做启扬一号，因为咧启扬好似启翔咁样啊嘛，会越飞越高，飞翔遨游喺呢个天空。咦，我第二代嘅飞机你知唔知会点啊？哼，我会减少呢架纸飞机嘅重量，即系变咗佢嘅一半，再一半，或者再一半，咁佢就可以飞得更快、更高。好啦，嚟到第一届星岛飞机王大赛，大家好，我系龙博士。可唔可以正经啲啊？哦，系，唔好意思啊。好，咁啊，有我哋见到啦，啊，的士陈咧，即系而家呢个咧，佢咧就攞紧佢部咩月球号啊嘛，第一部。由于佢太多粗口嘅关系，所以我哋瞄晒佢啊嘛，系啦，冇错。所以你听到我哋嘅现场实况噶啦，好啦，佢已经喺度指住方向。正所谓手指指就冇命啲，你睇下佢哇，系飞机都算落悭佢，但系都算系远。都算是远的因为你看后面那些发挥就知道应该有三架车位左右的好轮到我们国语台小鲜肉古俊明是这个飞机王小古子是什么机王号是吧是飞机仔他说 OK 放下飞机仔飞出去哇飞到出晒界其实出了界我们是不介意的应该都不是的那么沉着的士陈那个都飞得很远旁边那些石仔那里好那么到我了嘴炮王看到麦翔红嘴炮王拿着架飞机在那里号机是炸嘢嚟嘅，系特登放啲炸嘢俾你。喂，成日都好似寻日场波咁放个毒奶先。系啦，冇错，先扬意追死啊嘛。系啦，好近啦，一架车位咗啦。不过最劲嗰个未出现啊。
最劲嘅安排最渣未出现啊！咁样话我系你哋咋 ？OK， 好嗱，见到阿龙博士咧就口噏噏，唔知讲乜啊，跟住都系粗口嚟嘅，系，所以我哋全程瞄晒嘅龙博士嗰啲讲嘢吓，因为我又要做工作，睇下啲手势几高，哇，放佢架飞机，哇，我怀疑空中我撞到只乌蝇，只乌蝇就撞冧咗我架机，跌咗落嚟。你睇下你跑得几核突，不过唔紧要啊，好似啲球赛嗰啲选手咁样喺度，不过唔紧要，佢系入个波啊嘛，差少少咯，输俾阿俊明少少。不过我就见到就系阿陈仔系最劲。好嘅，嗱我哋仲有一位选手咧，就系戴红头巾嘅马路啊。好，马路选手佢部麻鹰啊，佢谂住偷步啊，麻鹰战机嚟嘅嗰部。上面写个马字啊，应该叫马鹰。马鹰战机 ，OK， 睇下个风速先。好飞，冻了，哦，仲慢过我。OK， 好，咁啊，第一轮嘅赛事我哋见到咧系成功嘅，咁最后咧系陈仔以呢个冇组装啊，攞机第一，呢个悭渠奖。嗯，系啦，最佳坑渠奖，飞机要攞坑渠奖啊！好，咁我哋纸飞机成啊任务大成功啊！好，第二回合咧就要改装嘅飞机啦。嗯，好啦，嚟到第二回合有改装嘅飞机。你睇下的士陈赢咗第一回合之后咧，佢而家信心满满就攞部渣啲嘢。佢不断抚摸机机头啊！佢话咩叫做呢个歼灭啊？吓，歼灭号啊！但系佢头先咧就唔识写个歼字噶，搞咗好耐，终于识写个歼字啦。歼体个歼，歼体嘅歼。佢要低低炒喎，系话咁样。我嗱嗱低炒，低炒都有。嗱，我喺跳完再跳。佢呢个喺低空飞行再跳远啲喎，OK， 风啫，系咯。啊！我哋移翻过去，因为我哋系落，唔使再解释噶啦，真系系。我哋佢因为讲太多粗口啊，又要将佢揿住。OK， 我哋睇下呢个飞机仔，飞机小王子啊，国语台小鲜肉古俊明嘅走法点样？少嘅重量喺架机度一飞，我个钉出系飞得几远噶？哇，唔错唔错，呢个飞出一个新嘅纪录啊！咁一个钉书机钉咗机中噶啦，喂，所以佢结实啲嘅呢个可以可以，佢呢个嘅设定唔错，摆 pose 啊，真系，因为佢钉咗咧就会阻咗呢个，即系唔会令到架飞机分开啊。好啦，祝你好啦，轮到嘴炮王啦。呢个系我精心用咗十几年嘅功力整出嚟嘅飞机嚟嘅，用一个三分头揽嘅方式去放呢架，都唔差，比之前远咗好多。系啊，至少可惜都系输咗俾阿远多啲嘅。系啊，但我起码赢咗的士陈先，而家一个车位啊。好啦，跟住我系第三嘅，我见到。第二，暫時第二，暫時第二。三名嘅選手參賽啊，三名選手都變咗排第二位嘅。好啦，跟住我哋睇下龍仔，哦唔係喎，龍仔冇乜料到喎。OK， 我哋睇下馬龍。唔關事，我係做評判嗰陣時。OK， 你嗰部飛機咧？我部飛機由於環保嘅關係，所以我整咗一部啫。OK， 好，我哋睇下下一步啊。系应该轮到马路噶啦，系咁讲粗口，搞到要 mute 你嘅，系啊，我知啊，叫你讲少啲粗口噶啦，好俾支 cam 你 ，OK， 我就去。嗱，呢个咧系改装咗嘅，好靓嘅，嗱，样系唔会俾个360度你睇。嗱，最佳造型奖一定系你噶啦，马路吓，我就喺个市场部咧偷咗啲橙色纸咁样剪咗佢，真系似麻鹰战机喎你呢部吓 ，OK， 好啦，咁啊睇下究竟马路嘅麻鹰战机。可以飞几远啦？虽然好靓，好靓，系啦，即系正所谓有头威武，正所谓有头威武未阵，系逆向操作系冇咗嘅，系撞到个摄影师嘅添仲。所以其实我想讲咧，接飞机咧都系一种艺术，系即系通常咧样靓嗰啲咧，技术又艺术，样靓嗰啲通常都唔一定掂嘅，反而系咧即系还原基本步啊。